干什么呀？你给我考啊！你是在干什么真人秀啊？老师，是作弊。谁作弊？你误会了呀！啊！陈老师，钱维是吧？还有10分钟就有交卷了，你要是不会就交白卷。 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做题。小心，老刘，这是老同学聚会的成人秀下血本了。那个老师，我能看一下时间吗？